步走，一、二、一，一、二、一，一、二，向右看齐，一、二、一，听口令，一、二、一，一、二、一。一、二，他们几个哥几个做个示范。对，加油！加油！加油！我是93年来温哥华的，79年兵，然后在那个北京那个306医院。群名是伊琳娜，其实是伊琳娜，变成中文写的。73年1月3号穿军装，在昆明军区文工团。然后71年的兵，74年，我是88年兵。我在北京军区后勤部学德语的，后来一直在经贸部工作。我是77年的小，我打篮球的体育兵，参加70年西沙海战。哇，厉害！我是七，应该算是75年兵。哦，你们可以给大家说，你们的战友叫李刚，对吧？我是92年兵，北京卫戍区警卫一师的，海军机关工作。一直到我退役。我是来自一个海军，北海舰队。我是92年到的加拿大，后来去了美国。14岁入伍，1977年。我也是一个装甲兵哈，在北京军区后勤部的医院。76年，北海舰队司令部。95年来到温哥华，一直从事那个电影。8月1号，那一天，当上了中国人民解放军。空军飞行学员。64年9月22号，我去那个南京，是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军械学校。地道啊，这个没用，没有用。对，都大姐哥，真的很好。足球在那儿没拿过来。改变。